这也是一种文蛤，知道把它叫且拔了。大叔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我只是看它皮儿好看，反正嘎了这我还最喜欢吃虾蛤。走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，哎呀，来，快点，和捡钱一样啊，啥都有。是毛嘎了，扔桶里，扔桶里。啊，他们在挖坑儿，估计是。你又发现啥好货了？不知道，你挖看看有东西吗？我这要是挖个，迷你版的月亮贝贝。迷你版的月亮贝贝，哎，放着吧。走，这个是啥？一枚月亮贝。哎，拿着。个头也差不多哈，搁脚底下，脚底下。啥脚底下？你刚过，你刚过这边。这。不是，我刚看那个毛杠。这。哎呀，深，海参。是海参吗？啊。忒小了。哟，我这货也冻成这造型了。得了，不要它了，太小了。哥，这河道简直太难走了。哎呦，前一脚前一脚的。给大家说，冒这一点点头的，这就是。看这个有多大，和掌心一样大。这玩意儿还一个。哎，二哥跑的那叫一个远。咦，壳？我以为还是活的。走，那就来吧。哎呀！水还挺急的，这个。我这棉手套今天是不要了。讲了多少？哎呦我天！大大小小这么半桶了，铲子还没用，还习惯上手。桶去啊！要我去提桶给你，你拿。啥情况咱也不知道呀，咱也不敢问。你试试下手，你太难了。啊，我没戴手套，太冷了，哥。我的。哎，我去。哥，前面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
这夏天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它。